2022年初，香港的新冠疫情陡然严峻起来。特区政府宣布，自1月7日起，在全港范围实行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香港进入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卢广祥，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一般职系处首席行政主任，是忙碌在抗疫第一线的香港公务员之一。眼下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全港疫苗站的设置。12月中的时间呢，其实我们都开始开发一些的接种中心，因为呢我们都意识到呢就是第五波就开始到了。其实我就有些改动的，不如就我想我们听朝见啦。今天卢广祥赶往中山纪念公园体育场，这里是全港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站。重新开站第一天早上6点，各个岗位的团队已经准备到位。咁就辛苦晒大家啦 ，OK？ 可以嘅，好 ，Ivy， 麻烦你。系啦，咁苏温咧就会喺楼下 check SMS， 安心 check 系唔系即日抽咩啲啦，同埋楼上面睇多次 SMS， 睇 A5 folder 同埋做 booking 松嘅。咁松 two 咧就会系 info 嘅 ，information 咧呀，即系有电视嗰一面。都系喺旧年10月到咧，即系将佢关咗门嘅。咁但係就後屘都不算懂啦，即係發覺啲市民都好親切啦，咁我哋就開翻啦。咁入邊有成22個即係接種嘅站啦，嚇主要個場又因為係好大啦嚇。盧廣祥要對各個疫苗站實地進行監督巡視，同時調配各方面資源，確保疫苗站的順利運行。新增咗啊！今朝開始 ，OK 嘅，係嘛？係啊，為市民服務，我覺得應該嘅。係啊，我哋咧今日第一日開，咁所以我哋咧都有足夠嘅人力咧，咁可以咧可以 serve 到呢個 centre 嘅，因為始終都係新。咁其實我哋都有兩個嘅 CS 啦，咁有4個嘅 ACS 一齊幫手嘅。哦，兩個 CS 一齊關曬你。係啊。為了方便市民，疫苗站也開放給沒有預約登記的人士。開站第一天，中山紀念公園疫苗站已经打针超过3000剂。由于接种人数众多，不少疫苗站的压力很大。卢广祥每天都奔波在去往各个疫苗站的路上，尽力协调解决各种问题。除了常设疫苗站，政府还在全港各居民集中点开设流动疫苗站，方便当地居民及时施打疫苗。我哋其實都可能要加一兩個 booth 咯，睇下辦唔辦到電腦啊？而家我就知道佢辦緊，就啲帳篷 set 咗，人手 ready， 係，咁就有機嚟，我哋就做。而家安排緊啲IT 同事睇下可唔可以喺其他中心度揾啲電腦翻嚟應急啦。哦，咁因為現場嘅人數比較多，我哋希望可以揾到啲電腦翻嚟，可以盡快打到啲針咯。唔係，因為我頭先見到阿梁醫生，佢話人手喺度，佢又話 OK 㗎嘛。咁啊，即係要睇下嗰兩部電腦可唔可以喺附近借得到咯。係啊，而家聯絡緊啊，追緊。正是臨近春節前夕，盧廣祥希望能夠通過優化疫苗站的服務，最大程度保障市民们的健康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始终这个 Omicron 或者 COVID-19 呢，其实他们都不时去变种，那我们都没有松懈过的，我们都时时刻刻呢都处于这个战斗的状态。第五波疫情在全港蔓延，位于香港新界最北部的打鼓岭乡连日大雨，气温降到10度以下，但是乡市委员会一大早已经来了很多人。由于地处乡里，平时接种并不太方便，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陈月明为本乡争取到了一天的疫苗接种站服务。我呢個日期咧，就其實係1月份嗰陣時候係我爭取到落嚟嘅，我都冇諗到疫情咧係嚟得咁快咁嚴重嘅。陈月明是打鼓岭原住民的后代，英国留学后回到家乡，从村民代表做起，为民众服务。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乡试委员会主席。好多谢祖国啦！咁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咧，咁我有机会出嚟参选。其实民生咧系冇小事嘅，每一件事咧我都系好上心。村民咧揾到我，我一定会去帮手。做唔到嘅，我都俾一个回复俾佢哋，慢慢累积咧，佢对我嘅信任度系好高嘅。佢哋对我嘅信任同埋支持咧，就系我一路坚持落去个动力嚟嘅。呢位曾婆婆咧。佢係有 cancer 嘅，都係食緊藥，長期病患。想諮詢一下，佢今日第一針，竟然方 Sam 嚟到佔領都好緩和嘅，大無問題嘅。雨越下越大，人卻越來越多，鄉親們都希望就近完成疫苗接種。呢度加埋要捐350啊，輪候嘅今日係550啊嘛。咁就已經400，再加嗰度50就450，係咯。陳玉明得知，還有不少人正準備前來，原來計劃的450真額度勢必超出，他必須做出及時的安排。頭先咧同公務員事務局咧聯絡過阿徐生咧阿政座嗰度，可唔可以再加多啲針？我就想同你喺現場夾下，因為我發覺佢話俾我聽，同你頭先講俾我聽有啲出入啊。咁而家你可以騰到幾多士兵針出嚟？我就一通知佢哋過嚟。其實如果你話你有差唔多過百嘅話，其實我有空間嘅。有空間，我有空間。你早講嘛，你啊。阿祖啊，你係咪有20個人會過嚟啊？係，佢全部就同阿 Pat 登記咗嘅係咪啊？係啊，30幾你有300，你點樣嚟嘅？係一齊嚟啊，定係點樣啊？哦，呢一個旅遊巴，慢慢嚇。風雨交加下，這一天打鼓嶺鄉流動疫苗站共打針超過850劑，遠超預期。各位鄉親，居民，大家好。但是你发挥意愿打过岭乡苏会主席请一面。疫情好严重，打过岭出现多宗确诊。渔民及打过岭乡事会在此郑重呼吁乡亲必须做好防疫。他不停地说的客家话、广东话、客家话、广东话，因为这里很多长者他们是不看电视，又不知道外面的疫情那么严重，所以就广播给他们提醒他们。除了组织接种疫苗外，疫情之下乡试委员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做好防疫宣传，并为基层民众派发防疫物资。比如村有叫平阳新村，妈咪好细个咧，已经喺呢度玩噶啦。好似依家变咗好多老人家，需要我哋去关注啊，去关心啊。多谢，防疫三宝。多谢，防疫三宝。识唔识用啊？嗰个咩啊？现在你冇攞到，大家身体健康啊！多谢。因为喺乡郊啦，咁去派呢个抗疫物资嗰阵时候咧，咁我就好大感触嘅原因咧，就系我哋系。那個基建是很滯後，沒有道路，沒有街燈，又沒有信號，所以我是比正常的地方派是要多3-4日的。不夠啊，得幾多少給你啊？我想都要起碼都成50-60份啊。不要緊啊，你一陣間我叫阿 Pat 看他是不是鄉事會，我一陣間就可以去拿。好 OK， 好近期陈玉明已走遍了达古岭乡所辖的20多个村落。喂，各位阿叔、阿村委，今日咧我哋嚟派嘢咧，好开心啊！阿欣宇、阿辉哥、阿基，同埋阿温干事、阿首富啦，都好熟啊嚟派。咁咧大家都知道啦，今日阿民政咧俾咗3000包嚟到达古岭，咁啊乡事会咧系负责。幫忙統籌去散發去每條村，咁啊平陽村咧係我哋最大一條村，我哋有700户，我估唔到有咁多，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真係眾志成城團結抗疫，我哋一齊嗌同志成城抗疫，好唔好啊？好，一二三，眾志成城團結抗疫。最近到村里派發物資，陳月明都會帶上自己兩個兒子，他希望他們更多了解自己的家鄉。也了解妈妈工作的意义。我仔啊，带埋佢嚟做义工啊，带埋佢做义工啊，喺呢度我哋都要多谢我屋企人嘅，特别我先生、我啲仔女。其实我将我啲时间咧，头先我讲咗，
擺曬落去地區度，咁佢哋係喺無論喺邊個層面都係好支持我。洪文議員，本人洪文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晉立法會議員洪文，在立法會以不太標準的廣東話宣誓，成為城中新聞。参加选举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我从小在贵州出生长大，后来到了上海念大学，大约二十年前来到香港，在港大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就留在了香港，一直从事研究的工作。去年年底，我参加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然后通过选委界别，顺利当选，成为香港第七届的立法会议员。在職培訓啊，深圳嘅深點樣講啊？深一鼻鼻 ，SUM 深。如果你話廣東話嚟講係 SUM， 係啦，港深創興創新圈。因受疫情影響，立法會也改為線上會議。今天的施政報告致謝答問會，是春節後一次重要的立法會會議。各位，立法會會議現在正式開始。按照議事規則，每位议员有十五分钟发言时间，可以在任何环节使用。洪文选择将所有时间用在他所关注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多元化问题上。新一届立法会有九十位议员，议程比预计要慢。直到第二天下午，议程终于来到洪文准备发言的第三环节。現在進入第三個辯論環節，這個環節的辯論主題是經濟新動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規劃未來北部都會區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在這個環節，我想分享我對融入國家發展、北部都會區和空運這三個議題的看法。目前香港面對經濟結構單一化、實體產業空心化、就業結構兩極化、中產和基層就業劣質化、青年向上勞動空間狹窄等等深層次矛盾，所以我強烈建議政府盡快制定全港的產業發展藍圖。我就给自己定位为一个讲广东话的港漂吧。我们对香港有一份很深的认同感、归属感，也渴望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我们能够给立法会带来一些新的元素、新的思维，还有打开一些新的局面。喂，早晨。早晨。系咪开始派啦？系啊系啊。哦。在香港，除公务部门外，非政府组织也在城市运转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任职新家园协会九龙东办事处主任的王阳，今天要给事先登记的协会会员派发防疫包，以及社区提供的购物礼券。新家园协会是一家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10年，宗旨是帮助新来港人士融入这座城市。王阳在这里工作已超过十年。我未畢業嗰陣時咧，就有機緣巧合之下，咁就有幫呢間機構有做義工。咁做義工之後就，當然佢哋有招聘嘅資訊，咁我就收到啦。咁就好開心，就入到協會去工作，慢慢就開始好有歸屬感啦，同埋真係覺得幫到一班內地過嚟香港嘅人士嘅。王陽今天還要主持一場面向青少年的線上音樂會。为此他请来了古筝老师廖群。你妈平安吗？都 OK 了。你爸可以做嘢啦，唔使拖到咁耐，唔好意思。廖群老师自己开办了一座艺术补习社，主要也是为新来港人士服务。和大多数新来港人士一样，廖群刚来香港时生活和事业一度陷入困境，是新家园帮他度过那段迷惘无助的时光。从新家园开始，那时候就请他们做会员，然后参加他们的活动，逐步的就走向社会，然后他们又聘请我做老师，慢慢都就
在生活上、事业上有很大的帮助。十几年前，廖老师和家人从江西来到香港打拼，他还常常和老家的熟人保持联络。喂，大姐。哎，王老师。你好。啊，你好。哎，你好呀，好久不见。对啊，你看我家儿子长好高了，你眼中。你看。叫阿姨。哎、叫婆婆、哦。在江西的时候一点点大，阿姨，好久没有见到你了，阿姨。你们放假有没有出去玩啊？可是我妈又掉眼泪了，她好想你们哦。廖老师又掉眼泪了，搞得我也想哭了。来到香港后，虽然廖老师举目无亲，但在新家园的帮助下，他开办了群艺社，继续他的艺术教育事业，并逐渐融入这座城市。在新移民当中，我觉得我很幸运的，真的很感恩。其实香港政府也蛮好的的，对新移民都是善意的，所以来到香港我也觉得挺幸运的，我能够走到今天，因为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周末早晨，廖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们来到金紫荆广场，今天他们要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 Hello 各位家长，早晨早晨，过来帮手查查袋，跟着摆鼓掌啊，麻烦第一个摆在这里。古筝和古装的女孩让疫情下原本安静的金紫荆广场也生动起来，他们将现场录制两段乐曲为抗疫宣传片服务。是啦，有什么啊？齐身抗疫，有你有我，是起身讲的，知不知道？大声一点。廖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组成了香港民间少有的古筝演奏队，经常被邀请参与各种演出和社会活动。我创办群艺社的宗旨也就是说多帮一些基层的儿童，还有一些新移民儿童，让他们在最便宜的价钱下可以学到才艺，这也是我一直的宗旨和初心。齐身抗疫，有你有我。早晨。这是位于九龙大角咀的鲜鱼行学校，校长施志敬和往常一样，早上七点半准时来到学校。明姐，一阵你要做化检喎。不过现在没有学生到来，因为疫情，根据政府指引，香港所有学校提前在三月就放暑假了。咁我哋学校咧，应该系1969年咧就起好呢座大楼嘅。咁啊，当然亦都系政府拨地俾我哋起噶啦，咁样啦。而呢个过程当中就一路咧，最早期嚟讲咧系收一啲渔民子弟为主嘅。到后期嚟讲咧，70年代开始啦，咁啊好多你知嗰阵时系香港嗰个好多婴儿出世啦，咁就变咗一间津贴学校啊。咁就開始就收咗好多四方八面嘅學生翻嚟啦。好，各位同事早晨啦。咁咧就我諗大家都知道啦，我哋25號咧，我哋就要復課啦，係咪？咁所以嚟講咧，我哋都要趁呢段時間喺翻學之前咧，我哋同以往嘅做法一樣，我哋咧都執拾一啲物資去俾啲小朋友，等佢翻學啦。這裡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基層家庭，因此學校每年都會收到很多社會捐贈的物資。離復課還有半個月時間。施校长和同事们要把这些给学生们的物资分配好。跟住呢个咧，你可以俾呢个或者呢个，咁但系我等呢个啦，一样嘅是但一样嘅啫。跟住咧就一包呢啲拉面，一包拉面。鲜鱼行学校的真正出名，是因为他在全港率先开设了国民教育课程，即使没有学生返学，施校长仍然坚持每个星期在天台升起国旗。学校条件简陋。空间狭窄，为了安全，施校长从不让学生和员工上天台升旗，都是自己亲力亲为，让五星红旗一直在学校上空飘扬。一学系
一啲漁民子弟嗰度興辦嘅，其實佢哋有好深厚嘅中國人身份嗰個感覺嘅。第五波疫情到四月中旬终于缓和下来，特区政府宣布由2022年4月21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市民生活终于恢复正常。4月23日，社交距离措施放宽的第三天，正逢香港传统祭祀的大日子天后诞，达古岭乡的乡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到天后庙祭拜天后娘娘。其实昨晚呢11点钟叫子时开始，已经有信徒嚟拜，哪怕佢闩咗门都嚟拜嘅。喂，叔，你想唔想有咩仪式？师傅喺度啦，仲要点啫？都系你主张。陈月明作为达古岭乡事委员会主席，是今天天后诞仪式的当然主理者，代表全体乡民求签祭祀。祈祷恭对天后娘娘神像前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主祭者为打鼓岭区求签，望天后娘娘显灵，下次为此灵签。因为疫情原因啦，那个戏棚咧就搭唔到啦。天后诞咧，咁我屋企人咧，佢买会新衫俾我着啦。我话睇大戏咧，我觉得嗰啲大戏化妆化得好靓啊，所以我就好中意，都好期待每年嘅天后诞嘅。头先我都同天后娘娘祈求嗰阵时候，就系疫情快啲过，然后就国泰民安，顺顺利利，同阿天后娘娘去祈求嘅。这天是周末，陈月明仍然不得空闲，他赶到乡市委员会迎接来达古岭乡考察的青年团体。嗱，呢个就系陈月明议员。你好，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好，首先代表打鼓岭乡事会欢迎大家嚟到打鼓岭啦，呢度都系北部都会区嘅东面，大家讲一讲新界嗰个发展啦。咁我会好简单，我又分三部分去讲嘅，咁我讲新界嘅历史啦，新界嘅现在啦，同埋新界嘅未来。其实北部都会区咧，发展得成唔成效咧，就要睇我哋个口岸经济带系点样发展。陈月明希望有更多香港年轻人关注到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提出的规划，北部都会区将利用新界北部的土地资源和地理优势，加强港深合作，振兴口岸经济，打造新型产业，使之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北部都會區其實就是香港7個港深陸路口岸入邊嘅，而打鼓嶺咧係佔咗3個嘅。咁入邊咧就我哋要用好佢個口岸經濟帶、人流、物流、經濟流，呢個對香港未來發展係好重要。4月27日，第五波疫情後，香港立法會的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召開。2021年，香港實行新的選舉制度。从制度层面落实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随后进行了第7届立法会选举。变革后的立法会增加了选举委员会这个类别，陈月明和洪文都从选举委员会当选，代表了立法会的新生力量。本次会议议员们的发言围绕防疫抗疫、民生经济和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北部都会区要注重打造新型產業集群和提升區域公共設施的建設。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區內劃分不同的規劃圈，與深圳構成2/3圈的格局。打鼓嶺一帶屬於深港緊密互動圈，亦有深圳灣優質發展圈和沙頭角一帶的生態康樂旅遊圈。我們這一屆立法會將會對政府聽其言觀其行。特登下來接你啊，這個交給你先。發言之後，陳月明隨即趕到位於中環廣場的新一屆特首競選辦公室，
他连同近90位各界人士组成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联盟，到场对李家超参选表示支持。趁有新的班子上场，我们都集在一起搞一个联盟，给个建议书，就是希望未来在那个规划土地规划啊、环境那个咨询啊，都是考虑到我们港深的居民。希望李家超先生在利用北部都会联盟的土地用途方面能够物尽其用，因为土地资源最后一幅土地在新界接连我们深圳这么重要的资源，希望他能够规划好一点。一连三天的会议，议员们在不发言的时间可以自主安排活动。洪文来到立法会大楼图书馆，这里存放了立法会历届专项主题资料，只对议员开放。在洪文脑海里，一个关于政府积极参与和支持香港创科产业和产业多元化的计划正在酝酿中。他来到这里最后整理下午的发言。洪文议员，我想借今日的时间提一个具体的建议，希望政府是可以跟进的。我建议香港尽快成立政府创投机构，推动香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既然香港要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建议政府化被动为主动，效仿邻近地区的做法，拨出未来基金中的一定份额，设立一个由香港政府直接参与的创投机构。上述建议我已经寄信财政司司长，希望得到司长的回应。本人仅此陈辞，多谢主席。端午节即将来临，洪文来到位于柴湾青年广场的华金会参加今天的活动，为柴湾社区的老年人派发粽子。他特意比其他人早到，作为秘书长积攒了很多天的会务工作等待他处理。华金会就是这样一群来自内地或者在香港求学或者在海外求学最终在香港扎根的这么一批人，他组织起来的一个青年组织。华金会已经成为香港三大青年团体之一。身为华金会秘书长，洪文在机构中赢得了广泛支持。在立法会选举中，华金会成为他的坚强后盾。我能够参政议政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有华金会的。其实华金会是我的一个大本营吧，很多会员义务地参与了我选举的很多工作。我们去今天探访的很多是一些庄老的一些公屋的一些老人家。传一下传一下来。华金会集聚了不少社区精英，每个人都有繁忙的工作，但是他们也都热心于社区服务，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基层市民。我们出发了，出发了。今天要去的柴湾翠乐村翠露楼是主要为长者设计的公屋项目，里面住着的多为65岁以上的老人。咁特别端午咧，就希望来接触下啲街坊咯。当选立法会议员后，洪文有意识地更多接触市民，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愿望，希望将他们的声音带到议事堂。请问你系咪林婆婆啊？我系林月尖啊。哦，林婆婆你好，系咪出去买餸啊？头先系啊，出去买餸。哦。婆婆，端午節咧，我哋送啲粽快樂啊！佢哋咁多義工送嘢嚟俾你。我哋叫做華精偉。哦，華精。香港華精偉，我哋呢位係我哋華精偉嘅主席嚟㗎。哦，你好，華主席。我相信華精會未來能夠發揮更多的作用，因為我們這批新香港人，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貢獻回這個社會，願意在工作之餘做一些額外的東西，為基層、為社區、為這個城市。鲜鱼行学校终于迎来了疫情后的第一个返校日，校长站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学生，是学校惯例。不过今天校长还要检查学生们的学生快速检测呈报表。第一天到校，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升旗礼的操练。由于天台空间狭窄，因此学校礼堂的这个角落就是学生们升旗的地方。
自從政府規定了我哋每朝都會升旗，跟住一個禮拜有一日我哋就會做呢個升旗禮嘅。因為呢個其實就我哋好感恩啊，好彩啊，就係咩咧？我哋咧有解放軍教過我哋啲學生點升旗嘅。為了把升旗禮做到完美，施校長曾帶領學生到駐港解放軍部隊軍營，學習了正規的升旗流程和禮儀。今天升旗手們也要反覆操練。为正式开课后的升旗礼做好准备。哎，陈校长，哎呀，好彩你翻嚟帮我手啊！学校恢复正常上课，校董程老师今天被请来给一年级小学生上语文课。各位同学，早晨。知唔知道点解我哋学校有冇升旗啊？有冇挂国旗啊？有冇？有系咪啊？见到未啊？有冇見到啊？點解我哋要升國旗？知唔知啊？邊個可以答我？點解升國旗？你講。升國旗係表示啲乜嘢啊？請各位同學盡快翻返房間。係啊。OK， 得啦。國旗係代表我哋國家。香港咧係屬於乜嘢啊？我哋中國嘅。中國嘅地方。係啊。就出面話我哋咧，其實係一間我哋係推緊一個愛國教育。咁其實我都唔否認，因為既然我哋係中國人，我哋都有責任，特別係老師啦，我有責任去做呢件事。黑的、白的、黃的氣球，喺我哋嘅課程當中，或者去滲透呢啲咁嘅意識，等啲小朋友咧，除咗學知識之外，佢都知道自己嘅根啦，知道自己嘅文化底韻係點樣咯。咧，我哋睇下。陳校董曾經是鮮魚行學校的副校長，當年正是他邀請施志敬加盟學校，並且合力籌劃國民教育課程。國民教育嘅年代一開始係我哋第一間。係嘛？第一間當時應該是李浩嘅喎，有時校長帶領啦。係啊，咁嗰時候記得啱啱嚟嘅時候，我好唔習慣，因為我哋做老師啊嘛，咁有幾可以要對住個鏡頭。咁記得第一堂嘅時候咧，都成差唔多十五六部嗰啲鏡頭對住我。犀利！2012年，鮮魚行學校幾位老師承受住了巨大壓力。勇敢推出了全港第一个国民教育课程，成为当时的大新闻。咁咧，咁啊呢堂就第一节课，嗰阵时都系咧。但系咁啊，好正面喎。唔系，正确你唔系啊？呢个系坚持啫，因为其实教咯。仲有同埋咧，其實咧唔止大公報啊，連咧南華早報啊嗰啲都有訪問啦。第一堂我講國教，我係講國旗。嗱國旗你見到咧，我畫面上係開緊國旗嘅。咁咧呢班全部六年班，你如果又有帽又有食，其實呢個真係第一堂嘅。當其時我記得咧，30多個學生，但係出面全部都係記者。往事歷歷在目，經歷了2019年黑豹事件，香港國安法出台，中央政府力挽狂瀾。如今的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已是应有之义。施校长以及同仁希望，能将鲜鱼行学校的爱国情怀继续发扬光大。不知不觉间，香港的街头增加了很多红色。离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庆祝的气氛渐渐浓重起来。对洪文议员来说，最令人鼓舞的是，他努力多时关于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的议案，在立法会终于获得通过。洪文议员动议善用未来基金及香港增长组合，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设立特区政府直接参与的创投机构。我暫且稱之為港創圖。主席，新一屆政府即將開展任期，我促請政府擺脫思維上的局限，在經濟發展中擔當起促成者、參與者、推動者的角色。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是獲得在席兩部分議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
獲得通過。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所以我成功了第一步。香港社會有很多的人很願意協助我自己的工作，協助政府的工作，协助整个社会的改变。我觉得香港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是做事的时候到来了。卢广祥和他的同事们仍然日复一日地投入繁琐的一线防疫工作，为东方之珠构筑防疫屏障。卫生务局就负责统筹打针嗰个行动嘅，咁变咗就都要做啦，为咗香港市民嘅福祉啦。七一前夕，新家园协会参与的庆回归花车巡游快闪活动在一所中学礼堂隆重举行。为此廖群老师在排练中付出了许多心血。成体大香港系列活动之庆回归龙腾绕香港花车巡游快闪活动启动礼现在开始。好开心啊，希望香港越来越好，就是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希望下个月也好。鲜鱼行学校的国民教育课举行了七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25周年特别早会。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未来领袖们，早晨！今日是星期三，我们进行今个星期的升旗礼。首先请同学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其實我哋係一個我諗叫做價值觀嘅培育，讓佢哋明白自己嘅身份，明白自己嘅根，呢個先係我哋嘅使命，我哋嘅責任咯。陈玉明连同打鼓岭岭阴公立学校，发起了我心目中的北部都会区献礼香港回归25周年填色绘画比赛，收到了几百张孩子们的作品。我想不到水准这么高，我看到我是很感动的。那小朋友的心目中的北部都会区是怎样，他们的期望是怎样的？我幻想5年后的北区已经是发展得非常繁荣的大都市，可以同中環嘅金融中心媲美，你會感受到有現代童話的感覺，有城堡啦、現代化大廈啦、傳統觀海區同埋龍舟。未來的城市在閃閃發光，發出黃金色的顏色，令人感到高興和開心。庆祝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日子里，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情感蔓延，爱国爱港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核心价值，守护着这片港湾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里程。